冲上票拜。在野阵营还没宣布整合成功，侯郭柯葫芦寺妈祖绕境大典先同框，蒋湾侯友宜站一边，郭柯则在另一头，但在同台之前可让庙方伤透脑筋。时间是8:52，距离活动开始不到10分钟，位置被换成柯郭同一边，但当国民党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出现，位置再度大风吹。这一换又把柯文哲邻居换回侯友宜，但当柯郭陆续到场，黄吕锦如又上前。柯郭展现好交情，但黄吕锦如不放弃，活动开始后又希望柯文哲能换位置。柯文哲不想动，比了个 OK， 郭台铭还一度伸手挡人。他们原来郭文排变得台湾正在回。他换第九次的时候，我就开始避免了。然后我说你们在干什么？国民党的那个台北市党部主委在那一直在把我拉来拉去的。但不满的还有郭台铭近办发言人陈嘉仪，脸书还原座位表，打脸黄吕锦如，在媒体面前上演这场座位大风吹，到底有没有疑？只能说真的有疑，连大家已经入座了还想要疑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疑。整场同台如同在野整合，现况缩影，位置瞧来瞧去也瞧出火气。三立新闻黄晨波、廖敏君 N 小组台北新北。